既可以贯穿。神明这是。那感判谢者之权。要三个人还是两个人？三个人的话就是最多的一个。三个。两个吧。两个吗？对啊，两个就会有一对没有背叛者。好哇。好哇。就假装好背叛背叛谁嘞？喵哈要相信我们哦。不要。喵哈，我们是好朋友哦。不要，我怎么一听起来就像是我一定会跟巧克力发型同队一样？可以啦，又要同队咯。不会吧，喵哈？好可怕，不会这么惨吧？我们都是好朋友啊。对呀、啊，要相信你的队友啊。我没有相信过我的队友。什么没相信？就是不相信我们上次才会摔死、啊。为什么巧克力嚼了某个东西跑到？好的，我们看那个高度。No。45。我们调一调，树就不见了。15，最后45到5，没有，最后50到60。好哦，哦，没有问题。60，有蠢鱼的哦。有蠢的，好。蠢鱼的。蠢鱼哦。蠢的哦，同队伤害都不要有了，好不好？蠢鱼好。10分钟公布，20分钟背叛者就会传送走。啊。如果背叛者最后卡在上面，就自己想办法下去。旁观就是原地往下。皮皮在喵哈旁边。哦，好。难过。就来随机分队。混。喵哈。哎、欸，室友组，室友组，室友组真的，室友组有一个客厅外的，那个客厅外的，自己哦，背叛者只有两个哦，只有两个，就来分开，分开。凡西一队至少是不用下去啊！我终于不用下去了。来小房间组谁要啊？哦，没了，下去了。已经学乖了。终于不用下去了。小雨感觉还没有睡醒。不知道怎么觉得你声音听起来……哦，没有啊，你才是真正感冒的那一个。哦，没有啊。刚睡醒没睡饱吗？完蛋！哎，这里会不会很暗啊？还没调荧幕。哦。哇！抢输哦，抢了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对啊，巧克力停下来了。完了吗？巧克力停下来。巧克力停下来。他停下来。我先打前面点。我离你们有点远啊，因为我刚走错方向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说切反光啊，好好好，打了打了打了打打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已经快把杰克揍死。所以要打还是不打？啊！被切了，被切了，被切了。怎么这一张有点？这张很眼熟、欸，熟悉啊！哎、欸，有西瓜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有木头哎、欸。对啊。等一下我问一下哦，我没看到木头呢，大哥。完全没有呢。哎哎哎哎，你们有跟到我吗？怎样？我要找木头。我看到我这边有一个那个蜘蛛，哎、欸，还是这是谁啊？这僵尸的那个神怪塔。塔。对。幻影神怪砖吧。幻影神。砖了，砖了，砖了。弟弟有问题啊！弟弟有问题。对啊。对啊。我刚先就是直接在抢。我全部在地面，而且小雨你超凶，好不好？小雨先帮忙。哎呦，我看到你在调东西，我没有打你啊。对啊，他说先做好，先做好了。我想说怎么又受伤了？我说还在调，然后换边旁边一个过来边揍。我就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乔飞停下来，乔飞停下来，他还打字，他还打字。我说那没关系，打前面两个。打前面两个。超级凶，有过分。超凶。白痴！哎呀，那队伍可以一样，队伍可以一样。好。那刚刚谁是背叛啊？十分钟还没到，你是白痴哦！十分钟才知道，十分钟后才知道。王国，故意在那边讲啊，然后等一下。你是杰克啊？在玩王国？在扛好不好？我在扛。你刚不是被打到头啊？
有可能敲到头，那个烟花也在脑袋那边。乔宇这是王司令在打你耶。没有，我把露米打到水里，然后就开始一直狂揍杰克。溺水，溺水。然后杰克开始队伍啦。叫什么颜色啊？红色吗？我们是什么颜色啊？繁星绿的颜色。反正你们是金，那个绿色。哦，我们是绿色吗？金的，金的，金的是我们。绿色。队伍在哪里？蓝的。全队伍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哦。自己边啊。自己点。你那个蓝也太怪了吧？你要这个蓝吗？好啊，是甜的蓝吗？哎，对，你又选错了，不是这个，你又选错了，这个，哎，哪一本？好颜色，奇怪，深绿啦，是没有深绿啦，没有那个蓝啊，这一个啦，这一个啦，到底哪一个啦？这个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那就一，到底是哪一本？一打一打二打二打三，自己打告示牌，告示牌，这个啦。这个啦，哎，好了，一切，一切过去。哎呦，垃圾，垃圾。OK 啊，一样。好，边界二十分钟后再说。好，走走走。哦，拍拍怎么不见？噔噔噔，噔噔噔！哎呦喂啊！哎，我们旁边就是一个洞哎、欸，好，好多洞哦。嗯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抢空一棵树？因为他是夕阳木，可好，那给你。可可什么？可出发喽！嗯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很好，好，你很好。然后他是不是直接跑出去啊？对，不用怕啦，怕爆啊！别怕，别怕！我为了证明我是清白，我先干掉敌对的。我以为说，我也证明我是清白，我先干掉喵哈。不然我就干掉小雨，我们就至少不会是敌对。不要。好，我不一定吧？他挑两个人不是吗？对啊。对啊，那至少就是我被干掉，你们就不用怕啦。哎呦，白痴，我差点摔空。嗯，哦，还一颗橡木，石器时代，这还蛮多橡木的。对呀、啊。嗯呐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来当山顶洞人。我不想要搭这个神木了。别的，我打住。树的颜色是不是也长不太一样？ Skin 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好多都变了，香菇也变了。欸，香菇变很好看欸。对，我觉得比之前好看。香菇。有点想先走到中间。中间吗？对啊，因为上次我记得要走到中间要走好久、哦，可是它又也会一直，哎，这会一直变吗？会啊。会吧。哎，是吗？是随机缩片吗？还是？随机吧，后来应该都是随机啊，没有特别。哦。没有铁，烂洞，这个洞没有用。废洞。这个穴没有用了，那个、啊、林正英。哦。这个穴没用。那个是往上跳的是小雨吗？是我，是你，是你。你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想法？先找到苗哈，干掉他。没有啊。哦，没有。你不要制造对立好吗？是我是不是有点卡？我看你。对啊，我刚回溯了一下，看你脚上一直有拍尼亚在动。啊，真的吗？
就是我一粒一粒的。对。一颗一颗的。你的脚，你的鞋子有 skin。真的有点卡卡。哦，那我注意哦。哇塞！没有，我不喜欢打怪。哇塞！不会啊，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多呢。跑酷啊，打怪啊，真的画图啊，这还倒是还好了，只是最近都被说画得很难看而已了。我看到你的 ID 了哎、欸，啊哈，谁的 ID？ 鸟哈的啊，要啦，鸟哈的哟，可以啦，哎呦，不行啦，怕你也太低了吧，差点摔死哎、欸。我刚才就想说这里好低啊、喔，这蜘蛛一直看着我，有点很怕害怕。你是直接梯形往下挖了、喔？啊，没有，我一开始就在下面的地方。不要蹲啊！这场没有同队伤害。不要蹲啊！对啊，没有同队伤害，你怕什么？啊，这场没有同队伤害。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哦。可是我怕我另哎、欸、没有同队伤害哦哦。没有啊。那这样怎么间谍要怎么害人啊？偷你东西啊。哦。啊、不然就对打火机啊，在四处野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好像总算走到中心了。那狂挖猛挖，中心是不是？你等我。对啊，我在中心啊，来啊来啊来啊，马上钻一个洞。都没人呢、欸。嗯，我什么都没挖到哎、欸。糟糕，我去要去挖一点食物。我帮你啦，你要吃什么？羊肉？蜂蜜肉。嗯，好，你说的、哦。没有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等下把台头颅带过去，你给我吃哦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好恐怖，不要了，好恐怖，不要吃给我吃。露米，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你，露米、哎哦。他是跟巧克力同一队。对。人家去打架了，是不是？露米，欢杰克损血，克少了一颗斑。啊！你怎么修凶了？你是在这附近吗？还是这样？哇！哦，是露米啊！露米，好。这表示我们这一、哦、我们是不是我们两队一定会出一个间谍？嗯，有可能，还是打击？哎，那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会出啊、哦？巧克力？那这样子， no. 会一定会有一个人玩一人游戏喽？对，真的一定会。我还帮你们了。哎，对、哦，你可以帮我们指引巧克力的位置在哪里？白痴哦，我还让他拍照。很远啊，边界。可恶！我想去。算了，反正我在一个超危险的地方。呸呸！噔噔噔噔噔噔！还要带我的头？噔噔噔噔！儿子，要你要。好好让我陪着你哦，Love you，Love you， 即将产生背叛者。他那叮好像那个飞机起降，叮，请系上您的安全带。我刚刚那个啊，我机长说什么飞机那个有点不稳，将停止起航，然后造成暴动。那我要开始飞喽！对，我要开始飞喽！另一种风格，这个超好笑。对啊，最近都看到好好笑的东西哦。看一下啊，小雨今天翻到一堆猪吗？有一堆猪，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不要动！嗨，你现在先面对一个地方。好。好，就是这边往开始往梯形下去，有生怪砖。好。好。不管你是好人坏人，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你附近有两个生怪砖。好，你先拖到我刚刚讲的那个，我再指引你去下一个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这里有人中树哎、欸。我看你。哇，五度鱼嘞！
兔鱼哦，兔鱼哦，哦呦兔鱼哦，有人种树，我看一下你附近哦。啊、我刚刚绕走了。你附近最近是哈基那一队。哈基是谁啊？哦，哈基是谁？哈基是谁？你要说哈基是哪一队才对吧？对啊，哈基是哪一队的？我、哦、这里都好多洞，我不想进去哦，就不喜欢逛洞啊。哈基是谁？哈基是谁？哦，哈基是谁啊？哈基是谁？哦，有点。哎，我的舌头，帮我编人哦，舌头。舌头。舌头。我自己动手哦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怎么又有人种树啊？我是一直在绕圈圈，是不是啊？没差啦，你就讲，你怎么的还在地表，你是地底啦？没有啊，我想说走一下吧，得找一个